美国大学食堂霸道自助是什么样的？拿个盘子，今天是米饭配黄咖喱鸡丝虾仁，黄咖喱可下饭了，米饭的多咬点。墨西哥馅饼没怎么吃过，拿一个尝尝。通心粉拿一勺，今天的面看上去精神欠佳，算了，再拿一勺。意大利肉酱闻着有股必胜客的味道，芝士通心粉来一点。由于我妈喊我吃蔬菜，所以我打了玉米色拉。烤鸡挑一块又有翅膀又有腿的，这样鸡翅的快乐和鸡腿的快乐都能拥有，我真是天才。拿个杯子，接冰接冰。食堂最近居然有 decaf， 之前都没喝过，尝尝。放着加点奶，这玩意儿咋漏奶呀？感觉奶加多了，最终长这样。这个黄咖喱真的巨无敌下饭了，意大利肉酱意面味道好像小时候经常吃的必胜客。给你们吃个鸡腿子。好了，拜拜。